你们先过来，我先过来。像我这边，请19过来一下，那个机车自燃。哎，有没有灭火器借一下？外面在着火，快点。对啊。 谢谢你啊！女性同仁哦，日前当局这个守望勤务哦，接获民众报案，这个张女哦，称她在骑机车的时候闻到烧焦味，那路过民众哦，也只剩这个该女的机车哦，有这个烧焦味，并且有这个白烟冒出，那个张女立即将该机车停放路旁，那我们女性同仁见状哦，立即疏导附近的人车哦，并且协助拨打119到场来协助。 那由于火势很猛，女性员警立即到附近的这个大楼商街灭火器，连同附近民众迅速的将火势控制，并且扑灭，所幸没有发生更大的危害。那警方告知民众如果说行车前需要检查这个机车跟汽车是否有故障，如有故障的话应减速慢行，停放路边摆放这个警示标志来避免。 这个交通事故，并且拨打110迅速请求警方到场协助。